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。啊，你好。写信呢，终究是隔着一层，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。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，一拖再拖，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，情况有点复杂。是啊，这个上海滩呀，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，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，甚至三只船的人物。这些人呢，留下的，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，二也没有去香港，三没有到美国去，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。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，都会用，有些还会重用。走，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、学术上、研究上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困难。好，陈市长，我有一种感觉啊，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，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喜欢这个小汽车？喜欢。爸爸答应你们，一定给你们买。小鹿，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？逛过。好，回头再去一趟，替我找一样东西。好。哎，